阿宏中医药电台网址 www.ahontp.tw。阿宏本人制作主持服务。敬请各位网友观赏，每天拜九拜五下晡五点到四点。欢迎收看阿宏无所不谈，只要对事无对人，什么代志拢会当在本节目发表你的这个意见甲看法。感谢网友多多起来发表，多谢多啦。江西的星空点大声，人在思念，今宵的爱情也孤单行。阿边上阿边就行，最后才知思念。各位亲爱阿宏无所不谈，咱这网友观众大家午安，大家好。来，咱现场电话台北公里29771138，现场电话台北公里29771138。咱这个电话依然是合同市林定庆电话台北公里29771138。后来咱首先看政治新闻哦。那么景哦，是这个 T1。为到这个立法院吼，十个人上班。来，咱来看内容，这是《中国时报》台北报道吼。反迄个这个群众爆发到这个警民立委的这个冲突啦。那么行政院长要求着警政署等单位啊来因应，内政部长。陈伟林表示，警方已经依法逮捕十个人，针对着其他违法的这个民众，将载酒所证、所得的这个画面，依法，吼、哦，以违法的这个事实啊来就办，呼吁民众爱理性，吼、哦，和平表达着这个意见。卖讲伊心啊来气坏，那么阿宏在每天的这个报告新闻甲分析吼，的这个中间吼，阿宏定定伫个讲吼，咱讲到到底拢是民主国家吼，啊你甲想所做的敢民主，
像各国的立法院，对不对？来咧质询，吼，吵吵闹闹，甚至的时阵啊，起脚动手，吼，霸占到这个发言台、主席台等等啊，是不是安尼？安尼讲叫做民主，哈哈。那么民进党总召郭建铭昨嘛出面呼吁啦，抗议爱有理理啊，吼，啊个力啦，你该想啊？大家若静静啊咧讲，大家嘛讲啊，你爱有理啊，啊，请问啦。那么立法院常常安尼咧教闹，敢有理吗？哦，对不对啦？啊，啊，敢有力吗？是不是？所以讲，大家拢会晓讲。我阿宏电话伫讲。讲大家拢会晓讲，好、哦、政治人物也好啦吼、哦，啊，即个即个政府的即官员也好啦，讲甲安尼先，对不对？啊，其实的，其实的，真真正正有理的无有啦，但是有理的有人要插无无啦。啊，若要讲有理的无无理啊，啊无理，大家都拢安尼咧乱理，对不对？好、哦，安尼你甲看即群众安尼啊。讲到到底，拢几啊十万人出来安尼，啊你想啊，吼、哦、对不对啦？啊，即嘛民进党的总召郭建铭，啊，伊咧呼吁讲的时阵呢，即个民众，啊，爱有力，嘛爱有力安尼就对了，啊，啊，当时迄阵啊咧发生，大家咧拢点点安尼啦，是不是安尼先？伊讲哦，那是超脱到界线。就得不到社会这个支持啦。当限制人身自由以违法的时阵呢，那么法律价值就会遭受到挑战。那么法务部长罗英雪昨嘛有心地表示啦，哦，群众哦有真多动作哦超过法律的这个分界啦。伊呼吁在街头行动的这个民众吼，卖轻忽政府执法的这个决心嘛。那么鉴定嘛，宣誓啊，宣誓啦吼。那么对刻意破坏法治、危害到治安伊的这个暴力行为啊，严正执法对数，绝无宽待啦，对不对啦？哦，按即嘛新闻讲到安尼。啊，进前法界安怎讲？哦，法界是讲啊，无迄款的啦，学问安怎都安怎啦，是毋是安尼？啊，好嘛讲啦。那迄个安尼咧讲的吼，啊，拢是我咧赢的，这种这安尼咧鬼说讲啊，搏动哦，啊，这是真轻啊，啊，这是反应的怎样啊？啊，民意安怎都安怎啦，对不对啦？阿洪都讲过的。那么，咱民主国家有一挂这个条款，有一挂这个规则，对不对啦？甚至的时阵，你要抗议会使啊，你要申请啊、路段啊、当时啊、时间啊，讲啊，甲伊的这个抗议的这个名称啊，啊，目的是啥物啦？对不对啦？是不是拢哎？但是咧，啊，一挂学问的时阵，你好。另外讲哦，伊安尼先，唉，好啦，咱搁进入主题吼。那么郭建铭就伫个讲啦，蔡天贵顶人吼，以强制方式控管着这个立委，而这个出入立法院安尼，会乎所有的人啊来反思。因伊的这个行为啊，那么林义雄今时的开始，民进党对头至尾拢伫个寻求如何和社会啊来平静呢？讲好听话，对不对啦？好听话，伊讲无希望讲林义雄甚至国家发生任何这个事情，就是代志啊。那么对党主席苏贞昌到党团拢是软性的这个诉求咧。讲是讲软性的诉求啦，但是恁咧讲的话，会安怎？会刺激到民众嘛？是毋是安尼先？对毋对啦？
啊，当时咧发生恁遮民进党诶，操恁遮啊，郭建明啊，恁遮党主席诶人苏贞昌啊，恁颠倒徛在诶时阵安尼啊，即个反对诶即边诶，吼、哦，是毋是安尼先？啊，恁即马在咧讲啥物？即、这个立法院诶，即、这个民众插电规只，我甲你讲，包括学院诶，迄拢毋对啦。你霸占诶时阵，立法院都毋对啊，霸占行政院都毋对啊。啊，即恁咱也无爱讲。吼、哦，是毋是安尼？我定定讲吼，即种政治人物吼，拢有上顶诶即个标准。所以我是安尼讲，会来报告即个新闻，会加减啊分析一下。就是我看了未济，我看了过去这新闻啊，对唔对？伊讲伊安尼，伊讲伊安尼，对唔对？人人讲迄个款嘞，我定下咧讲啊。迄有一挂报纸，包括报社啊，啊，拢无去求证，也是有一挂吼，伊家己安尼随便，啊，就来咧分析，来咧批评，对唔对啦？而且讲叫做第四款。啊、所以说呢，郭建明哦，伊讲哦，蔡天贵顶这个蔡这个人就对了，吼、哦，甲这个民众啦，吼、哦，啊，控管的时阵啊，立法委员进出立法院哦，这是唔对的啦，吼、哦，会给所有的人哦，啊来。稍微想一下，因的这个行为是不是对甲唔对啦？哦，当然啊，林义雄进士的这个开始，哦，民进党的时阵啊，对头子尾讲甲遮好听啦，哦，要来互社会来平静啦，啊，无希望讲哦，林义雄哦，甚至的时阵啊，国家发生任何这个代志安尼啦，啊，什么为党主席苏贞昌开始安尼，哦，到党团安尼，拢是软化的，所以软性的这个诉求。希望讲大家拢有这个什么呀？这个楼梯起来通啊落来。啊，你当时学问的你哪袂赶紧，或占骨力工，对唔对啦？啊，啊，难道迄学问的就对吗？啊，也会顺安尼啊？这个顺安尼啊？做他的顺安尼啊？这个立法委员进出这个立法院？啊，安尼都唔对吗？哦，是毋是安尼先？我甲你讲，这两个团体拢唔对啦。你都霸占的拢唔对就对啦。啊，你阁有啥物话通我讲？是毋是安尼先？那么民进党立委萧美琴嘛，因为质疑限制人身的这个自由，是阮的这个民主吗？就是讲是咱的民主吗？啊！遭受网友啊来挞伐，哦，办公室的电话麻痹，拍薄了呢，哦，卡薄就对了，都一通一通直直安尼就对了。那么萧美琴长在民事顶头大道歉呐，坦承这个情绪处理无够好。但是本意并不是讲直接包围因的这个公民啊，伊即马在讲话，看风转舵啊，这个立法院立法委员就是这种。所以我感觉吼，啊，那见到人民哦，啊，大家拢哎，唔管讲人民对甲唔对就对了，反正你若唔对，若较侪人，啊，大家就点头啊，对唔对？啊，你甲想看卖，无咧分是非啊啦。即马社会、国家、人民无咧分是非啦，都无咧分是非啦。那么国民党嘅立委吴玉生，都高分杯伫痛骂即个暴民，行为吼毫无理性可言呐。那是警方持续用印吼，因侵害人身自由嘅即个行为吼。将道德甲将道德，这个暴民得寸进尺，要求警方提出魄力，通哦，拢总甲抓啊起来啦！哦，卖抓就是警方失职，
哦，无要掠就是警方的这个失职。那么，遭受围堵的这个国民党立委江惠珍就透露啊，有一名吼犯罪的这个小女生甲伊讲啊，伊讲哦，这个司机车伊的这个排气管哦，遭受碳两块破布啦，啊，碳两块破，这个破布就是倒布，啊，会有危险啦。伊非常感谢小女生特别甲伊讲啦，并痛批啦，啊，军中的孙仔呢，敢若就亲像失心，哦，失亲像。失心狂，敢这样安尼呐？像失心，这个吼，敢那未啥通。民众吼，简直就像心失狂一样啊！哈，那么心心受从过度的这个焦躁，哈，政府高层。那是唔过提出办法吼，将个压会了完啦，就是安尼啊，大家都是尽存得笑，对不对啦？啊，像这个红中秋案啊，阿凤定定咧比这个例啦，对不对啦？啊，其实迄间真实啊，讲人家害无啊，啊，你甲看社会大事务啊遐大，甚至十几万人。出来咧画，对唔对啦？啊，军中的孙阿娘意外死亡造成的孙阿娘，你甲看，十外人，包括一寡什么学者，包括什么教基督的，对唔对啦？教什么的？啊，遐个人敢真是有理智？哈，但遐个人出来真是有理智吗？哈？做修改的时阵啊，这个警方啊，不是警方啦，我讲了唔对，军方是不是安尼？诶，这个什么呀？专利啊，对不对啦？啊，你甲想，你事后咱冷静甲想看卖啊，这件代志，敢特地？变甲安尼吗？对唔对啦？我咧讲这个红中秋案，对唔对啦？一个调查你甲看，敢有？啊？啊，搁一挂人搁较早咧讲，搁硬要拗安尼呐？啊？啊，讲到到底法院这个法官安怎都安怎？是不是？若到安尼检察官嘛有问题啊？莫讲法官，你讲对唔对啦？啊！你做咧甲看，判决安怎？啊！哦，较早的时阵呢，新闻记者讲了到底，这要判偌久拄偌久？我即马咧讲红中秋案，是毋是安尼先？啊，像这啦，啊，这什么学问的这啦，对唔对？这学者讲什么啊？这时阵呢，法官会判安怎安怎啦？是毋是安尼？啊！你像有这法界的人，都讲安尼啊？你想，啊？这哦，这哪样？继续落去，会愈乱呐！我有讲过，会愈乱呐。好啦，咱讲到这结束，期待下回讲这个网络，讲这时间，继续收看。阿黄无所不谈，拜拜。